查德，你怎么一下子长那么高了？你们想知道我怎么做到的吗？想知道，想知道。其实很简单，现在是春天，是最容易长高的季节。我每天都坚持锻炼，多吃有营养的食物，就长高了。这么简单吗？是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对了，还要记得每天都要早点睡哟。乔治，你今天好棒呀，居然把鸡蛋跟胡萝卜都吃完了。儿子，现在才9点钟，你就要睡觉了吗？对呀，爸爸，你快帮我关灯吧。很多天后，小兔理查德，你的方法真是太有用了，我和迪安终于和你一样高了。什么方法？我也想知道。方法就是多吃有营养的食物，多运动，还要记得早点睡觉哦。好的，我记住了。